完了，完了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爸爸要生气了。你完了，你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一分钟不在，那东西报废了。啥？你完了。我为啥完了？你又整坏一个东西啊！我完了，爸爸。你完了。为啥我完了？你又整坏一个东西，你完蛋了。我咋了？你完了，你咋了？好烦啊！这个对话好棒啊！车轱辘话来回说。你自己看吧，那是啥东西？你看不知道吗？开始有点怒火了。爸，你看。我的妈呀！这真完了。对呀、啊。少看一眼，对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，他们都不懂。我的天哪！哎，你咋把这个拆下来了？啥？啥？怎么还没有发火？我的妈呀！妈妈是不是要发火了？妈妈差不多要，给我坐好。以德服人啊！我都没有发现他脾气这么好，毕竟刚刚开始而已嘛。爸爸咋了？爸爸？好呢，我很好。